这经络结成，就是做气功机之前跟做气功机之后，从经络上的表现是很明显的感受得到，就是说基本上在肾气的部分，在肾气的部分，在肾气的部分它是有提升。我们都知道，刚才也讲过了，肾在中国人来讲，中医来讲，它是先天之本，先天之本。另外呢，就是说在脾胃的部分它改善不多，因为脾胃虚弱，这个可能是要靠饮食这个改善的。但是在什么循环系统的部分，血液循环的部分，很明显的是有提升。这边是红色，很清楚的，这边已经降低了。那么当然呢，我刚才已经讲过，它并不表示说它的血的粘度就降低了，没那么快。也就是说，中医讲气率血行，最起码在气血的流动上去，它是有帮助。比方我们散步，我们练太极拳，其实都会达到什么呢？气率血行的功能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谢谢。